奥特曼，把你的胸肌借给我吧，变身！哇，黑人你好帅呀！那是，现在我有了天底下最强的胸肌。是吗？小小，他欺负我！不是你说你有全天下最厉害的胸肌吗？是，哎，小小，快给我最强的胸肌！什么？我又没有胸肌，怎么给你？哎呀，我不管，你可是魔天下小小，你帮帮我吧！哎呀，帮帮我吧！哎呀，好吧，魔仙，嘿嘿，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小手魔法去！哎，你我怎么没反应？你看好了。是啊，只要找出哪些奥特曼挡住这些怪兽的攻击，我就把他们的胸肌给你。好，不许反悔啊！我退出来看安培拉星人。你知道谁抵挡了安培拉星人的攻击吗？我知道，就是那个两个奥特曼合体的那个。那个谁？你倒是说了呀！哎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算了，还是让我来。罗索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德塔奥特曼，哎，找到了梦比优斯奥特曼。小梦，是您用最终形态挡住了安培拉星人的攻击吗？这个怪兽是被托雷基亚雇佣到地球上的，为的就是锻炼他的亲侄子 SS 阿卡特利基奥特曼、 U 阿卡基里艾洛德人，哎，就是泰迦奥特曼。我怎么记得，哎，不要是一个泰迦，是不是你抵挡了阿贝尔的攻击？可不对呀，这当然不对了，因为是你别说，让我想一想。那你会想啊？是基本没事了，再想那就危险了，差点没哭坏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是太想要奥特曼的力量了。那你也不能伤害朋友啊。我错了吗？看在你还算有心的份上，这题我就让给你了。好的，抵挡阿贝尔的事，是你就帮人帮到底吧。打败阿贝尔的就是泰塔斯，泰塔斯是你抵挡了阿贝尔的攻击吧。励志贤者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现在满意了吧？不瞒你说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那不是还有一题吗？能不能把抵挡了美菲拉斯星人的奥特曼的力量给我呀？怎么能？等一下，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把奥特曼力量给你也不是不可以。太好了，来吧！但是你得自己拿出来。啊？还得拿呀？那就对。谁能挡住美菲拉斯星人的攻击啊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你们就告诉我